大心肝。袂记乎你这呢热情，强度风雨的人生，感恩的心情。上水的声音，唱出真情，要送予恁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歌声尽量甲唱落去，不如意暂时来播一支。我今日唱要几千遍，是，互恁两个起来吼，错一个。哎，这几年来第一道出错，叫互恁两个抓着包。大甲你报告，迄是迄头颈牛交代。讲叫我来去甲你破布。头颈牛交代，讲要破布。猫少说不上来不行。对，没有，那个破布拢嘛是传播的咩？都穿啊盖大。啊，你是传说的，哎，传说的可恶，可恶的坏人。哎、欸，我这个算传说嘛，真强的。咩？哎、欸，一个穿长䊈啊，啊个穿羽绒衣，哎、欸，一个穿毛线衣，个穿大衣。哇，安尼好诶！你都唔知诶，小弟啊，为安尼遥远的所在用行咯，哦，
我想讲会惊困落。小弟啊，我说小弟啊，到即款拢还找无。我本来来时阵就是安尼烧热烧热，是我穿短袄，哎呦，戴口罩，戴口罩了哈，戴口罩。我无脱口罩，我戴口罩。戴口罩。啊，无啊，戴拢不能认出来。我咧行到伊头，佮行到。又行到倒来。你为啥行去？佮行到倒来？佮行到倒来。你要找车呀？我你也知。你花车就有啊！最起码叫这年货大街。哎呀，我是刁工去看这个年货大街有卖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到尾我熟悉地形啦，琳琅满目，什么都有。我冇捧场，你有捧场哦？我喺鸟仔遐，鸟仔卵啊较贵遐，还是迄个正手平，迄个卖卖啊？哦，我冇甲买五指，我伊嘛唔知我什么。我是讲伊讲找迄个鸟仔，无啦，找咧，无啦，什么鸟？啊，较较贵。鬼个哭不登来，哭不登来。迄两个波士大人会混叫啊，是内底迄间，人家我伊敢买皮，你敢买皮？是相对买哦，都买，我买。哎呦呀，哎，伊唔知我全家，伊唔知我买皮。这人讲真个，真侪人吼，到七阵有人啊，比恁个个拢也放未去。哎呦，你敢知我粉丝内底咧讲个？哎，小哥哦，今日有一个大号要去，我怎么去大号？我直接看内底，嗯。这海报啦，这无大号，都是大号。哦，原来你上大号。哎，我讲个大号，你个讲。这是今麦，这是今麦闽西八点档的大戏。哎呀，市井豪门，市井豪门。我来闽西演迄个大号老大诶。啊，无怪叫大号诶啦。我是来这演迄号。绑票迄个啦。绑票迄个。我绑票叫人去叫管管。啊，虽然其实我讲伊真够无良心。是。我哪有介大号？我敢不介大号？我系有影。无啦。来，咱问一下，你有大号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无嘛？你看。是啦，你敢在大量吗？记得。无啦。老人家讲话拢安尼，135公斤，敢不介大号？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我刚拄到160，无要紧。就迄面，我好敢知。好敢知，不是你？你是讲百六是真悬了？无，体重真正系夭寿。查埔的，哎，哎呦，哦，180几公斤啊！我迄天，主持一个开幕的，开幕的，嘛是咱的大众车，哦，迄个小姐姐要唱歌，是，等你去，我你蛮请的啦，等我主持了自由翻唱，靠你去，哎，一去了我输落来，阿妈讲，我唔捌看到小姐遮水的比我大号。冰冷的波加多，爽！我今日去我啊，冰冷波袂要紧，佮三十杯酒啊，你有事几日胖啊？你讲迄个，我敢那熟悉呢？哦，你阿姊啊？唔是，你绝对不是。啊，唔是哦。我阿爸都胖得大呀，比我大较恐怖。真少有拄到比你较大个呢？唔是，我嘛较怀疑。但是我即摆看到文章，差不多甲你比起来，文章啊，你免比价啦，你比较悬嘞。你有没有出来？哎，你在叫我吗？哎，今日节目真多啦，节目非常多。啊，我要六点嘛，咱就先开场。刚拄仔是阮妹妹吼，我来遇闲来先来热场啦。哎，这个我歹插你啊啦！你先做，你走。哎，你都唔知伊要创啊？哪弄哪料会急？嚯，哪弄料咧急拢唔知，走去找事做。何内啦？你何少走者？你就跟我讲，我来啥摊啊？你都，你还破歹看啦？还囡仔人还破样？不，这多少这个机会？咱定定拢有出去旅游佚佗。哦，啊，这咱来垃圾台车顶有一个垃圾桶。哦，啊，有一个塑胶袋。是。不管你有好阿爸，你都甲放咧车内无人看，你要甲我包开。有一件咧包来车，六个人一个人，迄个看到我，哎呦，那物件害成钱款，好，走去拍开，啊，我在咧边仔看到，我原来吃咧呀咧，哎，我着乌龙金咧，大你老大咧做种代志啦，好，咪我啦。要唔讲好，我甲大报告，即我华联较厉害，恁华联较厉害，出去佚佗，啥物拢要查查抓抓。你华联算哪里啊？已经崩去啊，崩山都不厉害。伊有小厉害啊，爱先崩一边来，我讲。哎，即个因搞我甲讲出门吼，有人炸咧都抓手啊就好。抓手啦！抓手啦！即摆你来坐游览车有无？即摆坐司机大哥边仔停者，我要变数，不管查甫查某，同款，尤其是查某，足简单嘞，手啊抓落，你知无？然后你甲手啊一乌两空，吼，甲头盖起，裤脱起，你知影？无人知你点啊放尿啊？哇！啊，为什么要乌两空？你知无？胯下你甲你头看。啊，你有厉害不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们那边的人奇怪。他们说都带箱子就好了，因为怕被看到脸嘛，把箱子直接盖起来。真的，直接尿这样，他没有用。为什么？他盖起来还是看到他大。你说到你华联，我在想，我一个朋友更好笑。我们那个派出所啊，派出所那边前面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大红灯啊？是。然后他就停在那边，停在那边干什么？他就停了很久。哎，后来他就一直扒，一直扒，扒到那个警察先生出来，手出来，大人出来。
哎，那个傻小你怕什么？警察先生，你奇怪呢？你们这边红绿灯那么快坏掉了，我怎么？我来等30分钟，那个红灯还没有绿灯呢。哦，那个警察就跟他讲，你怪怪的哦，这里明明派出所，你乱来。哦，你不早讲啊，我等那么久，那我要离开。哎，你先不要跑，你来来来，你好像有喝酒，没有啦，哪有喝酒？没有喝酒，你车上还有酒味。警察先生，你自己喝酒，值班喝酒不行。我车上只有一位，哪有酒味？乱讲话。那怕不怕起来？哦，还没完，还有嘞，还有后续。有小朋友讲一点点没关系，哎，小朋友讲就知道。哎，还有他们的警察先生，来来来，来吹一下，真的要吹，干嘛要吹？嗯，吹出来不过，照法规走，就要8万块。哦，是，你乱讲，你乱讲，我刚才我吹啊，出来吹500，出来1000。你真的不能听哦，哦，那个阿伯在教你，教坏你哦。对啊，所以说喝酒不要乱跑，真的真的。你跟我不要乱跑，跑到哪里？跑去哪里？要跑到台中那个天津街，然后来这边逛。哦，这样是可以逛，买东西。过年要到了，对，买一挂糖啊饼，我们两个多一挂回来，要过年啊。对，哦，阿伯豆腰，咱来先买物件去吃。是，讲三毛讲好了。对对对，咱那日常用品啦，是鞋啊啦，是的，三洗电话，什么拢有，什么拢有啦。毛巾、电蓬头。我是威平哥。哦，足济啦。你威平过来。哎，我是这边去啦。啊，我威平在过来。啊，我过来呢，啊，你干嘛去抓啦？哎，因为往回3公里。啊你大爱吼，大爱较艰苦，伊坐一日你回来，你敢坐去抓呢？我讲过，你知我去用心看，我讲过。无啦，我是讲你行到较远啦，哎，生一大年啦。好啦好啦，我你讲咱今日节目非常，来非常多。我恁讲介绍，这个叫延长线。你来看了，你得免你电器养背啊。延长线在这边，这边有两孔，这边有一孔。喂，差这三孔是二啊二的，二啊二的。唔差唔差，我跟你讲，这差唔当差，差到水流皮味哦。你看，哎，哦，哎，啊，这个原来是个猪脚，哎，你好。民主其实吼，民营馆这种民营馆，是是，我拢看你合适啦，哎，不，做大你唔安尼哦，你收贵欠伊啦，是啦，哎，我看伊是大汉的呢，我嘛是啊，哎呀，熟悉的啦，你真的啦，我今年李白哦，哎，一加二十二加一啦，好啦好啦，我拢在平时啦吼，阿过来开始三日过来做咧平时，阿去做做电影，演正侪，阿去去。啊，做东南亚啦，做会做场啦，做拍戏拍电影。啊，咱今仔日来就明日之星哦，我的明日之星百万歌星来，好，就我啥百万歌星，刚那是豪哥一块哦，是，不是国风哦，不是国风哦，是那个红国好。